抗爭者嘅控罪，四徹底追究警隊濫權嘅情況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。五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，立即實行雙真普選。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，我哋已經有不少嘅年輕人或者香港市民受傷、被捕，甚至係喪生。我等未忘憂憤而心存善念，不願香港再有為民主、為自由、為公義再添亡魂。希望社會大眾團結一致，對抗惡法、對抗暴力，共同守護香港。Protesters, I'm now requesting the government for the following five appeals. Completing the joint extradition bill.